OK， 二十个这个什么了？对，二十个了。我们离开这里，好危险！这个地方好危险，快点离开这个地方。好的，我看到我们的地狱门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赶快的回去我们的主世界。好，对，我们快点回去主世界。啊，终于了，我终于找到那个什么了，那个炼棒了，炼棒现在有二十个，已经够多了的，对，已经够多了的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要干嘛呢？现在呢，我要去找中介珍珠，没错，刚好是晚上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去找中介珍珠。这里是一个平地，我觉得很容易找到安德拉，我觉得啦，我要一个就可以了，对，一个中介珍珠就够了。我们可以用那个复制大法，因为呢，我懒惰自己去找。有，我看到了，安德，你过来，来打我，人呢？在哪里？快过来嘞！哎，别打打下就跑掉了嘞！哎，什么鬼嘞？你打打下就跑掉了，你去了哪里？哇，不要嘞 ！OK， 我看到了，来，去死 ！Nice， 得到了，一颗就够了，一颗中介珍珠就够了。好，回家。这里又有一个安德嘞，我觉得来一个备份的，对，来一个备份的，我也要两个。好，有，它又掉了。OK， 可以，然后两颗，一个拿来备用，一个拿来去复制，可以。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嘞。不嫌多，来，过来。有掉吗？这个没掉，好，没关系，这个没掉就没关系，我们回家。好的，我们回到家了，然后呢，先睡个觉，对，先睡一个觉。附近有怪物，走开了，别打扰我睡觉了，白痴。好的，我把一颗中介珍珠放在这里备用，然后呢，我们去做复制先，对，然后炼棒在哪里？在这里。OK， 我们拿这些炼棒去做复制。好的，我们就来复制吧。OK， 来，快点放进去。OK， 有了。然后呢，我看可以说到吗？这样子说到吗？还有一个呢？有说到吗？好像没有嘞，我再说多一次。哦，说到了，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做成做那个、中介珍珠。对，我们做那个中介珍珠，把这些中介珍珠，不是做中介珍珠，是中介之眼。我一直把中介珍珠跟中介之眼给搞混。我们是要做中介之眼，对，没错，我们就把它合成起来吧。好的，38颗的中介之眼应该够用了的，对，我觉得是够用的啦。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放在这里。OK， 放在这个箱子里面，然后这些杂物呢就放在箱子里面先吧。那好的，我准备好了一些材料了，没错，一些食物啊、方块啊，甚至是床我都要带去，包括弓箭我也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现在呢我们要去打龙了，对，今天就是最后一集了，我们要去打龙了，所以呢我们就放第一颗中介之眼，看那个传送门到底是在哪里。OK， 是在那边的，对，是在那边。好，还给我。好，我们只是在这里走去看，我们可以找到那个中介祭坛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村庄？我不知道这里有村庄嘞。哎，这里有村庄嘞，我来探索一下这里的村庄先。怎么你们的房子没有出入口？对耶，你的房子为什么没有出入口啊？在这里是吗？哦，原来在这里，好像没什么东西了。这里有铁匠铺吗？在上面吧，应该，对，应该在上面。我去上面看看有铁匠铺吗？铁匠铺里面有什么宝藏？我发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呢，这里的为什么这里的这些村民都不会发出声音啊？对耶，我现在才知道了为什么这些村民不会发出声音。不如我在这里睡一个觉先吧。对，因为晚上了，我在这里睡个觉。好像这里没铁匠铺嘞，有吗？好像没有嘞，我看一下哈。好像真的没有，算了，我们的目标是去打中介龙，我们不要管这个村庄了，因为呢，以前版本的村庄真的是没什么好看的。好，我们在这里放到一个，咦，回头了嘞，哎，啊，爆掉了这个，啊，为什么爆掉了？咦，这里不是往回走的路吗？对耶，哎，来，给回我。这里不是往回走的路吗？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感觉这个祭坛，这个中介祭坛好像离我们很近，它一直在这里绕圈圈，它一直在这个范围绕圈圈是吗？也不是啊，啊，它到底要去哪里啊？
这里吧。这里啊，好近嘞，他其实在我们的附近罢了嘞，好近嘞，我们往这里挖，他在这里，我没想到他可以在这里这么近，好近，他在这个地方好近。我不要往下挖，直接往下挖，这个话会很危险。我们慢慢挖下去。我听到杜鱼的声音了，对，我听到杜鱼的声音，就在这里，对，就在这里，看到了，看到砖头了，看到石砖了，对，就在这里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下面是岩浆。哎，牛逼嘞，我直接一挖就挖到了这个地方了嘞，就在附近罢了嘞。哇，什么鬼了？挖掉这个杜鱼的神怪砖 ，OK， 好的。然后呢，把我们的床，对，把我们的床放在这里。好，储存一下那个重生点，然后这里把它给什么，把它擦亮，对，我们擦亮这里。然后呢，哪里来的那个杜鱼的声音，推我干嘛了，白痴。 OK， 我们把那个什么，那个中介珍珠，中介之眼放下去吧，对，我们把这个中介之眼放下去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进去中介了，对，可以了。好的， OK， 我们准备一下，然后水拿下来， OK， 吃点东西，不能吃，还是很饱，然后跳下去， OK， 来到了，不过小 C， 小 C， 还记得之前那个吗？这个镜我是他的 DJ， 哎哎，我其实超喜欢这个感觉的，就是呢哈，我一进来这个中介那个呢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中介楼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欢迎仪式，超棒，好过来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要想办法把这些水晶全部都撬掉啊！操，干嘛啦？简直就是一个愤青！我真的不玩，受不了了。那么第三集见。